21号，好，完日期，好，那修改日期跟这个一样，所以把它 copy paste 上就好了。那内容的话呢，再把它复制过来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如果按一个什么呢？发布，到时候 button 可以改嘛，好，界面可以改，按一个发布，好，有没有出来？所以我们刚刚还要再把它改什么 order by 有没有？就是把那个最新的要把它排到这个地方。刚刚漏掉一个，就是说我可以把它怎么样呢？把这个顺序哈、哦，可以直接从这边改。好、哦，就刚刚漏掉一个是 order by 嘛，我可以把它怎么样呢？就发布日期把它怎么样呢？递减，这样子它出来的顺序哈、哦，就会是按照那个最新的啊、哦，一直到最旧。好，把它执行看看。不过这里还漏掉一个地方啊，对，这个吗？就是可以抓现在日期嘛。不过在这里好像如果在这个地方 insert， 当然方法很多哈、哦。你 default 值在这边。这个嘛哈、哦，直接就直，比如我在缝漏的时候有没有，我就直接在这个缝漏page load 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指定给它了。但这地方的话就 page load 的时候，那我当然就是第哪这 box 啊，你说第几个？三吧。有吗？我看一下。假设我今天是1234哈，四这个，如果这个不行啊，或者我直接，可是他这个如果我今天，他这里写的 no， 这样可以吗？我试试看啊 ，run 一下。不行，啊，他不接受这样的方式。那如果说我今天呢、哦、要可以哈、哦，就是说啊，会不会加一个本名？我记得是不行这样做了哈、哦，我印象中是这样子，不行。